在这间咖啡馆里，你拥有多少赞，决定了你的地位。欢迎光临，小姐是第一次来吗？请问你们有 menu 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会员制的，要先加入会员才可以点咖啡。那要怎么加入会员啊？很简单，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就可以了。我是马克，恭喜你加入会员。这里是咖啡馆，没错吧？没错。你只要记得，这里是一间咖啡馆。告诉你，加入会员是要付出代价的哦。妈，我手上怎么有这个？那是每个人的隐私权限，从 level 1到 level 4，总共有四个等级。我才 level 1，就暴露这么多隐私啊。去这个 level 2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让你见识一下我 level 3的厉害吧。那手那手。肉太多了啦。干嘛？好像很好玩欸。level 4! Right, level 4! 嗯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要赞你的。哦，她就是我们拳馆赞数最多、美剧排行榜第一名的女王。不然你。应该是、啊，